这位呢是来自沙巴的听众，他说他现在是透过我们的 e-radio 就是网上收听，但他是开服装店的，他说他店里面很多的顾客呢都在听你们的专访，不舍得走，谢谢走，谢谢走，谢谢走，对，希望可以为你带来好生意，就在那边，大家都留在那边，对。你知道，就是那边马来西亚技术有两个部分嘛，然后中间就隔了那个南中国海，我们这边就很像一个番薯的地形，然后另外那边呢，它有小面，那另外这个鞋子的形状，他们就在那边，他们只能够呢用网上，因为像你们在台湾的时候，用网上的这个网络来可以听到我们节目，他知道我们会来的。有一个朋友啊，就叫我康文呐，对康文，他故意请假，他不要让老板打扰他，请假一天。哦，就是为了听大嘴巴哦，你老板，真的假的？不是的。哎呀，陆哥，你现在讲出来的话，老板就听到了。老板就是老板。在开玩笑吧？谢谢。我看他老板也是整间厂了都关掉了，今天。他们说你们真的很 friendly， 永远支持你们。谢谢。另外还有徐林说，他从你们第一张专辑呢就很喜欢你们，尤其是怀秋，真的是爱。他说他今天晚上会去到 Dream Dance Club， 希望可以跟你们互动。我有玩游戏哦，然后那个终极大奖朋友可以哦，就是一个而已，跟四位合照哦，所以你们今晚一定要来参加游戏这样子。OK， 另外还有美心，他说欢迎大嘴巴来到马来西亚，明天早上呢他会去到 Subway Carnival Mall， 然后支持你们。哎，是的，哎，可能有些朋友哦，你想早上的下午啊，这时间还讲点时间哈、那今天晚上10点呢，大嘴巴就出现在 Auto City Penang 的 Dream Dance Club， 容易找这个地方哈、然后明天星期六中午12点，带着王源口里口哦，去到 Subway Carnival Mall 就可以见到呢大嘴巴在现场跟你有互动嘛，是的，是的。耶、yeah, ！另外还有这位朋友呢 ，Jin23， 他就问你们会在马来西亚开劲爆的演唱会吗？他强调劲爆两个字。劲爆？为什么会看劲爆？以后希望，因为其实我觉得，讲到这个演唱会，我觉得是每个歌手的梦想。对，因为其实你看，想看那么多人，然后为了你而来，而且你有这么多充足的资源可以办一场就是尽情的表演，我觉得不管是对观众或是对表演者来说，都是一个很棒的享受。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一起私下在聊天的时候，也会偷偷就是讨论说，哎，那以后如果说开演唱会的话，那怎么样搭配啊，然后怎么玩，自己在讨论。希望可以啦，希望。OK， 虽然说这个演唱会还在期待当中，但是呢，这位朋友就发问了，他说能不能够现场呢清唱一段，或者是请 MC40现场 rap？ 老舍一个，所以要中文的实力应该很厉害嘛，所以要到底是 rap 还是清唱？你们或者 rap 然后就唱歌，可以这样子，看就考考你们的默契。对，所以那考考我的默契，意思是 rap 跟唱歌同时来，同时来。哦，不是啦，就是四个人嘛，默契哦。那所以有没有可能就 beatbox 这样子？哦，我知道，我们唱永远在身边啊，然后我们唱副歌，然后就接到 ending 那个 rap。不错，好不好？那个国王皇后啊，他 K I N G 玩的时候，国王皇后没事，因为他这边，因为在这边，好，来啊，好乱。Baby boy， 永远手牵手，一步两步一起走，永远要记得，我们要一起生活，不管今天的时候。不管下雨的时候，不管感受到永久，我们要一起生活。有，哎，现在换我了吧？他们又有 Q， 哎呦，这好像是我没有介绍哦，我帮你接，又，帮我 B-box 一下。哦，中华，你的 B-box， 今天比较安静。你要怎么样的 B-box？ 你给什么我就来。你要高一点 B-box 吗？不是，正常的啦，正常的。好。OK 吗 ？OK 啊。好久没 B-box 了，好难。Yo。不要刚才以为我接不上，我是准备接下来这段 freestyle， 现在在988的现场 Studio V， 大嘴巴来到这边看见大家，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 happy， 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有个美好的一天。所以接下来用心过，我们就在这边 peace out， 谢谢。
大师 OK 啊，真的啦，明天我们今天晚上呢，还有明天我们在槟城再见，谢谢大嘴巴，谢谢秋叶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谢谢大家，世代相传，对宝宝，谢谢，多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好，今天下午三点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有没有跟他们讲的啥呢？对，等一下，亲子的亲子。